欢迎欢迎啊，咱欢迎就咱啊，这个马祖大景先锋啊，咱独孤川英雄英雄啊，这个哦，还有剑甲啊，连连咱这个花枪啊，摸着啊，咱这个花枪啊，名字哦，还有这个火力器啊，英雄感谢感谢大家。Yeah!
些明星现在。
红安区，板桥村红安区，幺五三九，来，请来，哦，来，请各位，好，哦，来，请各位，请各位，好，来，请各位，啊，八道村一九九八，八道村九八九团，红安区老区，来，幺五三九九八，正确行动，正确行动。有听到声音吗？现在我们看到那个，这个是，今天是那个深港福安宫的安宁道进安宁寮殿哈，那会到这个深港外围的这个十二个大崖，就是我们的崖塔，它不，一般崖塔大家的印象都是这个方位东西两边哈，啊，深港比较特别，它有十二个崖塔。那今天就是所有的这个宫庙，它会聚集，然后一起去安崖、定崖这样。呢是深港福安宫安宁绕境的准备工作，今天会开启一整天安宁绕境的行程。那刚才是我们的先锋官到后殿天宫殿去请这个令旗跟令牌，那现在先锋官的这个负责庙宇再把这个令旗、令牌以及白凤绑在轿子的顶端，现在是在绑白凤。今天有我们的在地人带路，我们的姚和同学
还会带我们看整个深港福安宫绕境安营的仪式哦。各位粉丝，如果今天有空的话，也可以到深港福安宫来看这个绕境安营。第一次直播比较不知道这样。今天是这个深港的安雅聊天吼，那我们都会讲电影，就是大概在那个稻子插秧玩的，差不多两三天或一个礼拜内，啊，这个主委就会跟妈祖伯伯讲什么时候要电影，啊，每年没有固定的哪一天这样。啊，现在因为配合大家吼，平常都要上班，所以都是会先从那个周日、周六吼开始保灰。阿妈祖每次也都很灵验，都是选周日这样。那这个电影吼，它大概会有二十几顶的神教吼，但每一个神教代表一个宫庙。它其实都是，福安宫吼，从以前就流传下来的聚落。啊，如果这个聚落有庙，伊来出新教，啊，对着妈祖来聊经这样。那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，宫庙都在集合。啊，有一些这个深港当地私人的神坛呐，他想要一起参加这个绕境，他也会报名一起来。深港有几个村庄呢？深港如果村子的话是14个村，那还有一个是和美的欧莱利，它也算是深港这个信仰圈里面。那为什么都写18张里？是18个聚落吗？18。好，这是大同村的村长，之前也是那个县大楼，两三年前这样。那个以前清代吼，深港的旧地名叫德宜新埔的贵珍吼，可能是这样的原因。嘿，刚刚深港有那个刚好看到那个先锋李令吼，如果先锋李令他去拔杯拔那个顺，今年谁的话，谁得到先锋的话，就是用整桃。啊，如果是圣大楼，待会后面我们会介绍圣大楼，他就是用村里的这个单位的制度吼。啊，比较整合，可能一个村啊有两三个庄这样，啊，比较有钱啊，有人去负责这个整年度楼主的工作。那基本上每一个公庙，它出丁吼的基本配备就是一定会有一台大鼓车，可能是八冠啊，或者是狗嘎。那还会有一个凉伞跟一个神轿，这个是基本配备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现在可以看到那个七家村文德宫的神轿也来了。好了，现在公交注意，公交注意，我们来接机，公交注意，我们来接机，来。后面这个是妈祖的九班哈，我们这个有三个沙丁九是不可以落地的哈，有以前有这个习俗就对了。第一个就是神红啊，第二个就是大楼，第三个就是神杠骂的神教。啊，因为我们那个绕境的范围太大了哈，通常都会排班，排大概两三班的这个九班领完下去轮替。三顶轿都不能够落地，然后这三顶轿都是由在地的居民去负责扛这样子吗？对了，但是现在这个人口比较少了，年轻的也不太参与，大部分还是会传递啊，还是说主委去发到请一些公庙。
啊，不过今年这个深港福安宫这间大桥吼是变头村吼，也是这次帮我们印制帽子的这个厂商，王德庆先生吼，跟我们村子的人发心吼，一起筹措一些钱啊，请都帮忙我们福安宫的九班这样。都叫船六来盖小浪，这什么时候被出发？为福安路是以前那个深港的这个老街。中心路啊，对这个北岸开岸呢。前面这一点是刚刚领令的游行宫哈。啊，除了神通之外，我们会播一个红灯啊，红灯啊，他也有拿到这个，大家可以看到神教两旁有这个天上圣母小小黄色的灯笼。那红灯啊呢，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，例如说神通他可能去报警的途中有什么突发状况，他要去忙的时候，红灯啊就可以顶替神风的职位，继续带领这个队伍往前走这样。神风他是会发令的吗？目前是比较少啦。那他说临时去处理状况是意思是说单机的意思吗？对对对。我刚才看到那个好像先锋的当机旁边都有那个小法团，那个每个庙都有配置小法吗？那个我们深港叫做法师，嘿，通常会有一个法师，然后他身上有法手这样，然后跟左右两边各一个锣鼓。那其实法师他到每个我们拿回去看那个牙头大牙的时候，这个中间的是法师，他就会法师开牙做一些仪式，把这个兵马安放好，安在这个营头里面。除了这个神教吼，每个宫庙会出神教以外，例如说像大楼，他就会特别请一些老雷的顶头，像今天有看到这个，好像龙镇、狮镇啊，还有冠丽舞蹈团这样来热闹。这是深港福安宫的拆牌，他会也只是走在队伍比较前端的部分，让这个村民知道说，今天谁绕境是哪个宫庙的神明这样。他这边这个是楼观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并不是很详，比较传统哦。它就是会写这个中午在哪边吃饭，哪一个营头，它大概在哪一个聚落，它没有很详细的这个路线写在上面。不过各位如果想要看详细的路线，可以上深港福安宫的官网去看这样。然后这个上面两边还有金灰。
是我们教班的团拜仪式嘛，然后他们团拜完就会去前里面接妈祖出来。妈祖其实昨天就已经请好在这个轿子上面，那接下来是这个白班。白班也是深港绕境很特殊的一个地方齁。那个三军司令哎，好酷哦！那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妈祖的令旗。我们除了有这个比较常见，妈祖会有日月神以外，后面我们也会跟着这个三军司令旗。那其实，在这个民国五六十年代的这个老照片哦，在深港六十周六深港乡社乡六十周年这本书里面就有写到，里面就一张照片就，那时候已经有三军司令这个旗了。前面可以看到好像有几个古人齁，这个就是模仿以前那个皇帝出巡呢，他前面会有一些衙役，那等一下他会喊班，类似我们的点兵点将这样。还有捕快啦、班头啦、监长官这样不同的这个位置的人去扮演他，他们手上会拿班杯啦、火枪，或者是胸前会挂这个虎头牌，写风调雨顺啊、阴阳查理等等的。现在这个神冈妈的新歌哈，有看到在移动，现在来排队，要来排这个绕境的队伍的队。通常他是排在最后吗？对，他排在最后，他还会有叫前吹这样。他不过叫前吹有时候是聘请那个祷告殿南宫的叫前人员哈来帮忙，或者是那个南窑宫。哎，不一定是哪间宫庙。待会出发的时候，刚刚讲那个其他来帮忙的这个征讨的佣兵哈，都会来跟妈祖这样点头致意，然后才出发。拿伞哈。我们妈祖一出来就下雨了呢。开始天降甘霖啦，就是每个神教的执事人员吼，开始穿雨衣啦，或者是帮这个神教啊扭刷吼，盖这个薄衣，去防止那个雨吼。可以看到前面这一顶是石鼓。有天宫的神教，他从进庙到现在一直没有落地这样。前面有看到这个 Hilda，
有没有看到这个地上好像有放两个这个竹篮子？哎，木头的篮子哈，这个是深港福安宫的幽灰勾短。大家看到右边那个有一些五果啦、香花啦，那左边这个就是景楼的呀。就是这个福安宫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哈，他在排这个，每个，例如说指示牌的位置啦，龙虎旗的位置啦，应该站哪边？那也是一年一次唯一可以看到这个的比较特别的，因为，福安宫他出阵就大概这一年这一次才有出阵这样。现在在排队。王明慧小姐，王明慧小姐，王明慧小姐，要来报告，要来有钱。那这个排队排完之后，等下会有。监斩官哈，刚刚讲那个模仿古代衙役制度的监斩官，他会来喊班。大家好，等一下有空，这个庙会大概到晚上六七点才会整个结束哈，最后会回到这个深港福安宫来拜庙。如果有空的话，也可以大家一起来这个深港跨岛的这样。陈安公负责摄影的大哥哈，
中间有一个这个穿着有胡子的，这个是监斩官。中间我也看到好像好几个古人哈，穿黄色衣服戴红色帽子，这个是监斩官，等一下他会发号施令做这个白班。目前负责这个白班的，听说哈，有此一说是油夹针的人，后来油夹针他的人越来越少，因为他比较小装，就改成是福安宫自己下去做这个白班的这个工作这样。另外这边这一顶神教猴是傅金莲负责那个大楼，向大楼泉州错转南宫哈。那同样现在是雨衣盖起来，它看不太大，不过上面还是有绑那个妈祖的脸旗哈，向大楼的脸旗，啊跟这个游记。那在神教里面还会有一个妈楼珠妈跟这个大楼这样。哎，待会中午啊，他们比较有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看。它一样也是没有这个落地的。好，现在就是这个要白班了。那先锋先要去最前面，好，预备。其实这个安雅了更的天气哈，今天看好像下雨哈。每年大概都会下一两次的雨哈，代表这个妈祖出巡啊，还有天降甘霖啊，让这个香港以前是做渔业跟农业的地方，这个农业可以有好的丰收，这样有一个象征意涵。那以前绕境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个现代的这个所谓马路哈，有时候都要去走田地啦，走田埂这样。大家就觉得是不是会把这个餐袋和龙给我打派起？这样其实不会，其实你餐袋我可以打哈，我可以这个搅动，反而你正走你正头刀哈也写个扣卡用啊呢，所以大家很欢迎这个妈祖老店来经过我的田地这样。这个白班完后，我们队伍就会整个出发。那出发开始，第一个走的在面对庙的这个右手边，我们叫咸冈龟哈，是以前最最最早的时候，这个福安宫，那个从抓鸡然后给来的准，那对于福安宫后面的水沟，这样把货运上来咸冈。
看一下哈，啊，看一下那园林绿哈，啊，环境边缘区有一个半开放中，哦，来看不简单啊，这个，嘿，现在往前来看，啊，这好像都啊，啊，这个古董属于好多空间。现在这个监斩官吼，先跟妈祖禀报今天安隐的事，祈求说可以顺利这样啊。接下来他就会喊班，那个点兵点将。可以看到他手上会拿这个玉璽跟妈祖的令旗吼。不过因为这个来帮忙的人吼都比较。对这个工作生疏，所以前面可能会有一些混乱，好，后面就越来越顺利这样。Thank you.
已经结束哈，看到他那个负责监长官的那个，他说他其实是很忙的，他摆包完，他要赶快赶到第一个牙头那边去等排牙哈。那我们差不多要出发了，我们往那个新港街上，对，往新港街上那边走。沿途可以看到这个有信徒哈设立香案，后面会更多。那这一顶神轿是这个开路的土地公，也是福安公自己的土地公去开路，啊，前面有开路鼓。嘿，嘿，再往前走，哎，这一条就是新港的老街哈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香条，上面就写。香港福安宫天雄县没有逮天存秀，什么时候安宁呢？中午在哪边吃？我们再往前走一点。要。啊，最前面就是那个老少，然后福安宫的大殿啦，开老狗，啊，再来是这个土地公哈，他，啊，后面第一个接的这个就是刚刚有去领命的这个石鼓玉心宫的神轿，前面有法师，啊，可以看到神轿上面有绑这个，很明显有看到先锋令跟八咒的游记。这个每年哈，哦，走的这个方位都是也是跟寡神通同一天就会请示妈祖，今年是要从东边开始啊，从当牙坤牙还是从左边呢，啊？啊，顺时钟逆时钟这样。提到好，前面一定会有这个大高龙、大高顶吼，然后面就跟着这个牛刷，再来是这个神轿。那这里是十八牛千安宫吼，它是红顶啊。
昂迪亚就是这个，先锋，他如果要出去临时有状况的话，昂迪亚在接这个庆安宫，永庆宫的神教哈、哦。然后接下来后面这几神教都是妈祖宝贝去决定他要排在前面，排在后面。他以前还没有宝贝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半夜先把神教藏在那个妈祖庙的旁边，他想说可以早点出来拜庙，早点排队，他就可以提早下班这样。他沿途其实香港的居民都会特别把这天留下来哈。啊，准备这个一些贡品啦、金子啦，去迎接妈祖这个。那也会请一些热闹的阵头这样。不过这个是深港乡全新宫，它一个私人神坛，它的一个神通团。啊，这深港哈，如果私人神坛要来共同参加这个安阳老境哈，也是可以的。今天下着大雨，不过呢，在地的居民都相当的热情，家家户户都有摆香案、制香案出来迎接妈祖的到来，每一户哦。就是家家户户摆香案。那深港福安宫，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待会我们会带大家去看它的安营绕境的仪式。那它的安营的仪式呢，不只有一个，不只有东西南北中营，它的营听说有20几个营。待会小何也会跟我们介绍关于深港福安宫安营的特别的地方。